3月24日，李静茹在个人社交网站上晒出了一组照片，并在上面写道：你们假日都在做什么呢？没错，姐准备出门开工了，待会儿见。照片中，李静茹穿着一件白色连体长裙，扎着一个马尾辫子，脸上也是十分高兴，看来是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。而且今年已经42岁的李静茹，从外貌上却看不出有一丝衰老的痕迹，看来平时李静茹的保养也是很到位的。不仅如此，除了保养之外，她自己的穿衣品味也是相当到位，看来李静茹的时尚感也是蛮强的。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李静茹也纷纷留言道：春来了，好清新，蛮可爱的，这样的穿着真的是好优雅，李静茹真是太美了。林心如和霍建华婚后生下一女小海豚，夫妻俩相当保护家庭，从不让爱女曝光，对家庭生活相当低调。近日林心如采访提及女儿小海豚昵称由来，原来是她小时候还不会坐时，常常趴在沙发被大人喂食，外公就一直叫她海豚，变成了她的小名，粉丝因此就叫她的女儿小海豚。林心如更抱老公霍建华喜欢抱着女儿到处走，她则比较喜欢陪女儿坐着玩。另外林心如也透露，小海豚有一对美美酒窝。